学霸与学渣，中文六六六。村花，村花。这个村子的村花很美丽。皮肤，皮肤。它的皮肤很白。厉害，厉害。妈妈学习真厉害。学霸，学霸。他是我们班的学霸。学渣，学渣。我哥哥是个学渣。学历，学历。我们都有大学学历。毕业，毕业。妈妈没有毕业。照顾，照顾。我需要照顾我的弟弟。辍学，辍学。妈妈辍学去工作。赚钱，赚钱。爸爸辛苦赚钱。常常听亲戚说，妈妈年轻时是村花，皮肤白，高高瘦瘦的，长得也好看。常常听亲戚说，妈妈年轻时是村花，皮肤白，高高瘦瘦的，长得也好看。除了长得好看，妈妈学习也厉害，是一个学霸，常常考第一。除了长得好看，妈妈学习也厉害，是一个学霸，常常考第一。而爸爸却是一个学渣，学习不好，爱玩，还留过级。而爸爸却是一个学渣，学习不好，爱玩，还留过级。即便他们一个是学霸，
一个是学渣，他们却都只有初中的学历，而且是还没有毕业的。即便他们一个是学霸，一个是学渣，他们却都只有初中的学历，而且是还没有毕业的。妈妈因为下面有弟妹要照顾，家里又没有钱，只好初中二年级就辍学，开始赚钱养家。妈妈因为下面有弟妹要照顾，家里又没有钱，只好初中二年级就辍学，开始赚钱养家。爸爸是因为学习本来就不好，家里也是没钱，就决定出来工作赚钱。爸爸是因为学习本来就不好，家里也是没钱，就决定出来工作赚钱。常常听亲戚说，妈妈年轻时是村花，皮肤白，高高瘦瘦的，长得也好看。除了长得好看，妈妈学习也厉害，是一个学霸，常常考第一。而爸爸却是一个学渣，学习不好，爱玩，还留过级。即便他们一个是学霸，一个是学渣，他们却都只有初中的学历，而且是还没有毕业的。妈妈因为下面有弟妹要照顾，家里又没有钱，只好初中二年级就辍学，开始赚钱养家。爸爸是因为学习本来就不好，家里也是没钱，就决定出来工作赚钱。妈妈为什么辍学？ A. 学习不好。 B.照顾弟妹和家里没钱。 C. 想出来工作。 D. 不喜欢学校。妈妈的皮肤怎么样？ A. 高。 B.黄。 C. 白。 D. 瘦。爸爸的学习怎么样？ A. 很努力。 B. 爱玩。 C.是个学霸。 D. 长得很高。
他们的学历是什么？ A. 大学 B. 高中 C. 初中 D. 小学。重组句子。妈妈是村花，是村里最美的女人。你们的父母学习好吗？是学霸还是学渣？一，村花。二，皮肤。三，厉害。四，学霸。五，学渣。六，学历。七，毕业。八，照顾。九，辍学。十，赚钱。作文六六六。